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月七日 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布林仔。三道市变作是中度风台啊，这刷的速度也拖慢。另外，南回公路有货车司机或者大粒石头结石，要边将修剪手的时阵摔死。枋寮风影正大，也甲大庄村的古堡花墙甲放弃，也那新良村的出海口花纳轮大排爆花，也是冲破一空。受到风台影响，民众要出门的时阵，就要注意上盖新的交通动态。另外，北台湾风雨愈晚愈大，那准不必要，上好是卖出门。讲到这风台，三道里今仔透早已经是减弱了，变作是中度风台，刷叮当的速度也看看少，影响台湾的时间也贵的拖长。气象署继续针对着屏东的山区含台东发布超级大水库特报，其他县市也落大雨。根据着这气象署的统计，台东的金针山一日的累积雨量超过着700毫米，是全台湾上盖多。学者也提醒讲，这南部地区地势较难的所在，就要注意这海水倒急的灾情。三道市风台愈来愈近，台东绿岛的风影开始增强。伫宽岛公路，会当看到拢是大影拍起来的大照，会当看出风影的威力有偌大。气象署表示讲，第18号风台三道市已经减弱变作中度风台，但是伊刷的速度真慢，影响的时间嘛变长。目前中心同款伫高雄的西南方，不过威力是持续在减弱，会当注意的是降雨的区域可能往北来扩展。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开始。因为受到外围环流跟地形交互作用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这些地区的雨势开始会有逐渐明显起来，到明天的时候，下雨的情况还会持续，可能预估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虽然风台减弱啊，但是威胁同款搁低哩，尤其是外围环流的大水库含透风，气象署持续针对台东含屏东的山区发布超级大水库的特报，其他县市是有局部的大水库还是大雨发生。根据气象署的统计，到七日下晡4点为止，全台一天累积的雨量排名前10名拢伫台东县，其中金针山一天累积的雨量突破700毫米是上多。学者分析指出讲，三道市暗算初三登陆了后，真紧。都减弱，只有可能变作伫个潭尾风台了后，史上第二个伫个台湾的空中无去的风台。不过，迄当阵潭尾风台和国宾地区严重淹水，面对三道市南部袂当大意。那当然比较确定是有引发一些西南气流的这个公办效应。今天这个个案由于是中度台风，所以它应该会比当年的这个潭尾台风。来的剧烈，所以那个西南部的地区的民众要小心。学者表示讲，北台湾第一即时虽然无明显的风雨，但是到暗时了后都会渐渐增强。气象署强调讲，秋天的风台变化较侪，路径有可能会随时改变，风雨造成的影响和时间也会随时做修正。记者综合报道。讲这风台山道里的暴风中心伫屏东的西南外海社区林，造成枋寮这海边的风影是真大，也甲这大庄村一带古堡花墙甲放弃，也甲新良村瓦近出海口的花纳轮大排堡花墙破一个空，而且这几天搁再撞到大楼海水倒急，造成中山路一带气温啊对昨暗是淹水较大。我出海口海涌是冲到真高，一直对这个被大涌冲出来的暴风的破空冲入去。相关单位收到通报，赶紧来看。受到风台三道二的影响，初日屏东枋寮乡沿海的风涌愈来愈大，造成我出海口的帆船轮大排暴风风冲出一个差不多2公尺宽的大空，内部嘛持续被大涌冲到愈来愈薄。县长周春美下晡嘛紧急到枋寮去视察灾情。大庄村沿海一个真旧的暴风，即几天伫大涌的侵袭之下，裂出一个差不多长30公尺的破口。大涌嘛一直对这个破口冲入来。啊，迄个拢刮刮刮刮刮过来，变成讲甲伊的迄个啥铁网的下骹的迄个啥地基有掏空，一掏空了，它规片的迄个啥迄个铁网拢坍塌。沿海暴风的西口里亚工厂真多，造成抢修真无简单。官府出动大型的机具到三工，附近的气温嘛塌沙包，防止淹水受灾。但是三道市靠向台湾，这几工拄好拄到坝楼，中山路一个气温因为海水倒急，排水袂赴，开始淹水。涨潮大潮这样子，然后水排不出去啊，感觉那个水道有阻塞这样子，然后没有清干净。
饮水一直饮到下晡两点外，唔那无提，电脑是愈饮愈悬，副业才受到烦恼。四口袋仔的狗啊，佮因为大水查塌掉只因素，看起来拢是满水位。过未了，那风雨佮增强，恐加灾情会佮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风台暴风圈渐渐要甲规个台湾打掉了咯，目前上界有影响的就是南部地区，小琉球和恒春半岛因为风向过头，甲这电线吹断去。再去小琉球有3000多户失电，目前恢复一半较低。另外讲到这屏东东港的东顶里船头，再去也拢淹水淹甲脚倒遐悬，目前水势已经有提起。啊，那那边的这个水利村溪港，因为这大楼加上风雨，这水边的这个水流差拢互冲到岸边去了。三土风台来啊，屏东沿海也不开始风雨是愈来愈大，东港镇后寮溪水是愈来愈悬。当地里顶烦恼讲，较低所在淹水，隔无久就出来巡看麦。你们有打，我们会先来这边看水闸门有没有启动。东港较低所在，定来因为海潮加上大雨造成积水。另外一边的东顶里船头路，暂时五六点就淹到脚倒才悬。有水啦，到迄个落下咧浪起来尔啦，无介悬啦。遐若是大楼吼，咸水、海水诶，都会积起来。刚才附近徛家拢有贴管起来，水无淹到厝内底，在18点左右水就退啊。不过烦恼讲，风雨搁较大，民众赶紧搁家里顶加拖一挂沙包。大楼位遐着淹，啊，迄边也淹，安尼淹来到遮，啊，敲电话家己讲吼，管你用沙包来，来还大家。无来得到地不便咯。国往南的那边乡水利村鱼港，因为海潮加上洪涌，水一度淹到岸顶，岸边四个拢是水流差。配合每天的涨退潮，因为第一次涨潮在7点多，所以早上5点的时候，它会随着时间慢慢涨到一个顶点，然后所以早上这边港区大概淹到我们防水闸门的第一阶。环保民众还佫伫鱼港内底，可能有安全的问题，海巡赶紧来巡逻。那边乡较低所在开始积水，乡公所也真注意，抽水机一直伫抽水。可能会有风雨，什么时候会大，什么时候小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看到有水可以抽的时候，我们就抽。这个三个抽水站的水位，我们都抽到最低。风台风雨，那可能造成积淹水，风尽头直接把电线吹断去，造成这小琉球早起有3095户无电通用。现在风雨比较小了，路上人的心情都没有。民众太风雨小可较累时阵出巡看麦，台电另外也赶紧出修理，至少已经复电1777户。另外，枋寮乡、村里乡也部分停电，着小弟抢修。随风台暴风雨慢慢甲南部地区打掉咧，估计暗时了后风雨搁较大。记者慈荣合报道。来看台东，讲到这风台雨是真惊人，太麻里的溪水规个涨起来，日本山谷的土石啊放落来，伫咧白玉水墙边啊，搁再出现一个新的水墙。也讲到这南苏挂海靠带挂这货轮，这船员有救起来，不过货轮呢却开始伫咧漏油，恐惊会造成海洋污染。也讲到这南回公路有真侪灾情，顶日啊呢有一个大石头落来，击到一台货车，66岁驾驶重伤送病院，不过在今仔日伊不幸来被射落。今日暗头啊5点开始呢，这新乡南到大埔路段已经预防性、预警性先封起来了。大石头加小火车的驾驶座焊甲密密麻麻，66岁细列驾驶真侪所在拢骨折。虽然第一时间救出来送病院，但是因为伤势伤重，车子引发火性的休克，病院抢救无效嘛是过往，是这摆3度2风台第一例的死亡。那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这个救助的专案。那我们目前是由赈灾基金会40万，那卫福部20万，那我们台东县政府也是20万。台东地区大雨是继续在落，金峰乡太麻里溪因为落大雨，汹汹淹起来，对桥墩一直冲，公路单位嘛随时监控桥的安全。在日本的山区的土石嘛，被大水冲落来，在有名的景点白玉水墙边啊，甚至搁出现新的水墙。就是通这个那个水沟。为什么？塞住了啊！塞住了、哦。在南苏的外海，8倍多级的货轮客搭入水，19个船员车已经吊挂到南苏，但是货轮是一直到甲龙门港附近客搭，风向一直靠，船体已经出现破损漏油，当地民众反倒讲污染会继续扩大。因为那个区域是我们赖以为生渔业的很重要的一个场域。
另外，南回公路真侪所在拢有零星的灾情，亲像大鸟村是出现土石流，多良含太麻里拢有土石崩落来，因为小连山一直落大雨。公路局台武公务段讲，初二尾暗晚五点开始，对新丰南到台武路段已经先封起来。哦，那下午五点开始，因为视线也不好了，哦，那台风大概也快登陆了嘛，哈，那我们考量到豪雨也会很强。另外，第一大高山龙亚市为往龙桂妹方向是严重土石流，好个再无人员伤亡。另外，达仁乡的土板部落，另外道路嘛和土石占掉的，村长赶紧回动警方来撤离村民。到初二中昼，大东乡各乡镇撤离的人数拢总是2763个人，以大埔乡上多。另外，伫个达仁乡南边公园的海沙堡，有民众是发现一只海底疑似和大鹰拍起来岸顶，种类阁无法度辨认，虽然讲看起来阁活的，已经通报海巡和相关单位，不过因为风影实在伤大，目前是无法度活过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风台影响呢，这花莲的山区也开始伫咧崩，特别是四月初三地震过后，三山部落居民也伫咧烦恼讲，这土石啊拢崩到溪流内面，会害因的砖头去封不掉。另外，下晡街上有老大人跋落去美仑溪，警消也派人去找。啊，若讲到这苏花公路开放通行的时间，一直咧做调整，着这民众大家是互相无熟悉，不过因少少咧做伙坐计程车上北。啊，讲到这风台期间呢，有真侪意外来发生，亲像昨昏有民众为着要修剪树啊，徛伫咧马椅顶头无细力摔落来，不过在今早起摔来过亡。车真多，一台刷一台，拢是往北行，就惊管制站咱们个关起来。外地来耍的旅客，更加是想尽办法赶上苏花公路，上班后营的时段，赶紧来离开花莲。哦，我们在饭店坐电梯的时候认识的，对，坐电梯的时候认识，因为我们要回，我们是海南人，我们要回台南。原本这两撮人拢无熟悉，因为风台关系意外来结缘。不过伫风行的过程，却是状况真多。这台运输的车骑伫路中央，警方来到现场关心，敢若是电池无电，汽车无得发动。在地的新民众也来看卖，到三工。风行时间一直改变，原来只有七日下晡一点进行三阶段开放，临时阁增加下晡三点到五点，伫暗时六点了后才阁再管制。只是按照讲开放路条件，当地也是袂少旅客留伫遐，只有该当作是度假咯。他们就是因为回不去，他们就说就度假，嗯，就纯度假，没有你要怎么想？跑到这里买东西，然后到那里去逛一逛，可能那边营业的不多，嗯，然后他们又回来又再补充。风台一直换来，花莲路岸风波开始增强，消防局也接到通报，讲美仑溪敢那有老人落水，赶紧派出警消人员沿岸来找人。警消人员了水，哪行哪找，一直无看到人影，只有连续有落大雨情形。烦恼讲溪水涨起来有安全的问题，伊都看情形，赶紧撤离。一若拄了大雨，再去要地动。三山坡路边仔无命溪，水流甲窜窜流，伊阁真流。伫控水控山地动了后，山坡崩山，石头全部落到溪床顶面。就惊即摆风台，土石落来更加严重，民众是感觉真烦恼。它这个落石会一直持续下来，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担心的原因就是这样，它会导致说我们山上这边会淹没，所以我们会害怕。风台也未停留，花莲已经受到影响。就算三度的风台，五股也威力变较弱，不过带来影响也是要细致，爱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赶紧关心交通。讲到这高铁呢，到永安九点半为止，南港含左营十点钟拢会发两班车。啊，讲到这台铁南回线全线暂停，东部含西部对号列车，这车班也拢无使。明仔载国内航班全部取消，建议民众要出门之前，上界重要就是这上界新的动态，就要特别来注意。受到三土风台影响，桃园风真大。针对菲律宾数无飞往台湾的班机，在机场跑道有风吹过，前方下来落地，和不少旅客是惊一个。不过，刚才最后是平安来降落。下降部分会比较会颠簸这样子而已，然后侧风会稍微机上有点小尖叫。对，然后尖叫到下来的时候，大家就是还蛮开心的，就是说已经平安到达台湾这样子。好像当下也不敢说出来，然后后面就觉得，真的是。很害怕，然后觉得手脚都发软。部分国际航班正常起降，相对交通也有变动状况。高铁到暗时九点半为止，南港站、中央站每小时各发两班次。除了商务车厢以外，全车是自由座列车。台铁是东西干线对号列车全部停开，南回线也全线来停开，让想要回去找花莲人士感觉真无奈。
就回不去花莲啦、啊。花莲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就停驶了，然后明天又不确定，那我们怎么回去？我在饭店里面住了两个晚上了。刚才跟家里联络，说、啊、他们要过来和平载我。另外，为了因应风台来袭，代替董事长杜比初二早时也亲身主持应变小组会议，并且搁再讲到进前成立的风信托救流联防机制，在即摆风灾应变起真大作用。A 的安全舰队 A 尽力来维持客舰车正常开来载送旅客。另外，国内航线部分，华信立明航空拢已经宣布，初三拜四国内航班是全数取消，建议民众出门进前要注意上新交通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高雄市区的风雨是愈来愈强，伫坚定着这老树的根，本地就烂去啊！这回风台煞互四人倒去，还损害着这青红灯，加在是无人受伤。那伫咧林务这个所在呢，有民众惊讲伊的轿车搁再浸水，就用这千斤沉甲车吐互悬，防止淹水。另外伫咧国道十号下骹电关路边，车也拢乱乱停。山顶通灵气温随风站头前的老树，因为伊的根本底就烂去，挽袂掉，全倒去，甚至搁架车红灯规个底架变形，就惊伊愈暗七级以上的阵风而来，会造成搁较大的危险。工作人员赶紧作业。大楼也是新风格诶，嘿，啊，前处理到变得变化变。高雄风雨哪来哪大，暴风圈继续升等南部地区。市府对十月初一停班停课开始，开放全高雄市309个场所，包括国中小学，计共9705个临时车位。听到伫咧高雄新武特殊学校的外口，会当看到讲啊，真侪民众拢提早做准备哦。其实因早就伫咧即个人行道的部分，拢把因的车刷来遮是停到满满满，甚至伫咧校园内底啊，这停车位早就已经架告示牌啊，讲已经全部停满。也那新武电关路国道十号下骹沿路无位停车格所在，违规停车超过一公里长，就连奥多拜嘛违规停伫咧安全岛。无伊啦。啊！啊！了，拄个老哪都有得扛落安那。顶界有去淹着无？有哦，内面足悬。着惊车会过浸水，任务的民众应该会惊，应用千斤秤甲汽车更好悬，嘛有人用绳啊甲奥多拜吊起来，厝内物件是会使贴的，拢全部贴好悬。哦，淹水淹了太凶的啦！我用三台车，两台车报废。人行路顶界嘛是重灾区，即回嘛甲洪水的门砸加超过一米才悬，诊所店家是拢贴沙包做万全的准备。市府表示，小刷有接到一挂建筑物毁损、落树、空板落落落来通报，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会继续排毒。提醒民众，愈暗风会愈盛愈凶，雨埋落加正车工，千万着爱斟酌。记者民警柯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中西屯光复路一间铁厝工厂，透早发生火灾，加上这风是真大，火是烧到真猛，边啊两栋铁厝也拢烧着。这消防人员在两点钟来控制火势，这70岁姓郭头家有走出来，不过这头家牵手后生和孙啊，拢未赴逃生，不幸归亡。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着火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嘛出动破坏器材来赶紧救人。火势真猛，加上风台风头造成火势炭烧，一个倒起来就真歹收煞。唔，那造成这栋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烧起来，佮炭烧去后边油厂仓库佮冷冻工厂。他们是整个工厂大火，然后烧过来，我们后面再一路烧过来。就那家做木材。初二透早五点外，台中西屯光复路一带做烹饪的工厂着火烧，消防局出动12个分队去拍火。迄当阵70岁姓郭头家是随走出来，全身躯有30拍的二度烧烫伤。也那是同齐住伫咧工厂的家后，后生甲孙仔拢吊伫咧内底，警消就去找人，确认三个人拢中罹难。辨识不出来，因为他已经有点碳化，而且大概只剩下骨架。嘿，一般人可以摸。个因囝，啊，个一个侄子，哦，侄子个因囝变大汉啦。李长讲，出租的家后最近中风，行动无方便，后生甲孙仔为了照顾伊，才会大做伙，煞发生悲剧。经销表示，内底因为可能真侪做烹饪的茶、人工皮甲多料，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气体。做它里面有一些是化学的，那些涂料的部分，可能我们在抢救的时候，我们大概同仁
会因为它这个状况，它是所以我们会比较小心一点，因为粘着剂的部分它烧起来可能就会更危险。市府表示，除了查清楚敢是违章工厂，环保局也出动空吸机监测烟流的方向，确认讲敢有有毒的气体流出去，也发出空污警报，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也若是火灾详细原因，还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云林有一个高中生被客运司机拍，这边仔的民众随家录起来，传到网络去。即间客运公司呢，随家一个驾驶换路线，学校强调谴责暴力，也讲这家长已经去报案了。七八阿妈学校接送专车的司机上车了后，就大声地骂学生，佮直接找车长来理论，甚至出手拍学生。这画面拢予边仔的学生录起来，传去伫网络。学校迄下毋就紧急发声明谴责暴力。他在接应的时候有一些失误上面哈，那所以昨天放学的时候，然后可能司机先在早上就有接获到他们的公司里面得到一些反应，所以在放学在接应学生的时候，所以才有那些反应。学校讲，伫初一早起有学生汇报讲，这条交通线接送车有三个学生无坐到车，但是校车司机就驶走啊。学校嘛随向客运公司来反映，不过迄天放学了后，就发生这个司机共拍的事件，对这客运公司已经停派这个拍人的司机。昨天下午发生这件事哈，我们已经哈另外派比较好的驾驶员去行驶，把学生安全带回家。至于这个驾驶员，我们已经停牌了。客运公司讲，目前这个司机未阁驶任何学校的交通接送车，而且接受相关调查。学校嘛强调讲，这个学生目前并无安怎，家长嘛已经报案，会对在场的学生来进行个人和团体的辅导，防止亲像这种事件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涉嫌国际诈欺。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商瑞星公司把这军事武器介绍交关，包括着飞弹还有雷达系统。咱台湾的国防部强调，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和厂商达成协商，会把不法所得献给台湾。国军伫咧八月对华公开测试爱国者飞弹，精准的射中飞机。展现中国空的炸动能力。生产这种飞弹的美国军火商瑞星公司，也负责生产几落项美国对台湾军事的武器。不过，怎啊煞传出国际丑闻？有外国媒体曝光，瑞星公司涉嫌官报军售介绍，造成国际友邦损失，台湾也受害。瑞星有关爱国者飞弹一个雷达系统的介绍，对此，咱国防部回应讲。美国司法部已经跟瑞星达成认罪协商，会把不同利益拢退给咱。那么这个案子正好证明了美台双方在军售的制度上都有非常严谨的防弊设计。考量整个案子是司法侦办的案件，那么细节啊没有办法公开，以免影响进度。拜登伫咧任期届半之前加大挺台力量，美国前总统川普是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大幅度提高到占 GDP 10%，换算是台票2.7亿。以明年国防预算6470亿来看，占 GDP 2.45%是差4倍。必达到这么高的条件，会严重影响其他预算，实际上是做不到。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伊朗呢，伫咧初一暗发射比较200粒的飞弹攻击以色列，这大部分的拢和以色列的防空系统，也佮美军炸落来，无传出伤亡。不过，这也代表讲，这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加剧，将有可能会和中东地区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也传出恐怖攻击，有两名这个巴勒斯坦的枪手呢，在咧轻铁车厢内面攻击民众，上无有六人死亡，九人受伤。伊朗在暗时向以色列发射大约200粒的飞弹，用来回应以色列病死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拉勒的事件。此当时，以色列全国连空袭警报，中部城市哥德拉一间学校受损，涂骹被病出一个真大的坑。
特拉维夫北部有一位民众，亲目睭看到飞弹伫远远的所在落下来，并且唱出大过甲狗音。伫约旦河西花占领区，一位巴勒斯坦人被炸弹的碎片劈到死去。以色列军方表示，伫大约一点钟的攻击了后，伊拢大部分的飞弹拢被炸落来。伊拉斯塔埃尔特乌德拉，伊特沙勒马卡。המשטר באיראן לא מבין את נחישותנו להגן על עצמנו ואת נחישותנו לגמול לאויבינו. 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是情势上严重而且危险的升级。这波攻势也和以色列领空关数点钟，附近的伊拉克、约旦、甲黎巴嫩也拢关起来。这是伊朗今年四月份以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了后，第二届直接向以色列拍过去。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军队协防，并且甲伊朗的飞弹拍落来。At my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tively supported the defense of Israel, and we're still assessing the impact.But based on what we know now, the attack appears to have been defeated and ineffective. 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表示，伊朗已经行使伊的合法权利，对犹太的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做出决定性的回应。و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واکنش نظامی نشان دهد با حملات کوبنده و ویرانگر بعدی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 هم تو هیلن که بینه ایلا که بو جون پای هی وی هب گون نزو ایلون شده گون گیر دو گا مو پیال دوی جون زو ایلا که بی گون在过车期一下冲突特别满一年，以色列过去对加沙直直拼，同时间对付背后由伊朗挑衅的黎巴嫩真主动攻击。顶个月以色列甲加沙的冲突刷到黎巴嫩，并且全面升级甲真主动的战争，佮病死领导人纳斯拉勒。如今伊朗搁在引起战火，中东紧张的局势也搁较严重。因阿伫伊朗密集的飞弹攻击展开进程，特拉维夫发生枪击甲野刀扑人的事件。以色列当局表示这是恐怖攻击，有两位恐怖分子伫轻铁顶面乌白杀人。因是来自约旦河西花沙市西布伦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获断死。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南韩伫拜二庆祝军人节，伫咧阅兵仪式顶头，头一届展示南韩上届大型的玄武五型弹道飞弹，也含美国 B-1B 轰炸机进行表演。南韩总统温室的致辞时阵，也警告北韩，若准动用这核武来对付南韩者，因的政权可能就到这结束啊。南韩伫出庆祝军人节，由总统温室的亲身带阅兵。在会场，然后军用壮大的陆海空军队伍，佮展示各种的战车佮飞弹。其中去年试射成功，会当炸八吨弹头的玄武五型弹道飞弹，码头一概公开这种天霸王级的飞弹，通过拍到地下100米的碉堡，攻击金正恩是南韩上大型的弹道飞弹。因是个探究的典军威，经过北韩唔能乌白来。더욱이러시아와의불법무기거래로국제사회의규범에역행하며한반도와세계평화를위협하고있습니다우리군은강력한전투역량과확고한대비태세를바탕으로북한의도발을즉각응징할것입니다另外，阅兵典礼另外一个受人关心的焦点，就是美国 B-1B 轰炸机在 F-15 架喷射机的陪伴之下做飞行的表演，展现美韩同盟保卫朝鲜半岛的实力。因此，还呛北韩讲，若是核弹感应核武，就要准备防消灭掉。만약북한이핵무기사용을기도한다면우리군과한미동맹의결연하고압도적인대응에직면하게될것입니다그날이바로북한정권종말의날이될것입니다北韩受国防部副部长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款行为。声明讲，北韩的军方会密切关心南韩有关战略资产的部署，并两个军方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要来彻底保护国家。우리핵위협에대해입에올리는것자체가우리를적대시한다는것을반증해줍니다미국과주전국가들이대결적이고침략적인속성이스스로변하지않는이상조선반도의안전환경은우리세대는물론다음세대에도우연복잡다단하게되어있습니다北韩驻联合国大使前一天在유엔大会顶面谴责北约马在美国的叮当派军机军舰来朝鲜半岛地区，
引起军事对抗，强调北韩有权利保持强大的实力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利益。公司新闻詹惠敏编译。讲到这個风台山道里，伊行动的速度是规个拖慢，也连带影响到影响台湾的规个状态是愈来愈长。现在讲到这明仔载呢停班停课的管制，咱做伙来关心。现在讲到明仔载停班停课的管制，有分林关、嘉义关、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关、花莲关、台东关、平湖关、连江关，还有金门关。讲到这风台山道里呢，伊是渐渐伫咧挖金路。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呢，也亲身去到灾害应变中心，和地方政府实施连线，强调讲要爱甲这灾害降到上低。然后讲到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去视察捷运宽状线的护管工程，也过这防灾整备。下晡呢，这台北市风雨也开始伫咧变大咯。市长张万安也去到树东市场视察布局，也甚至是去到大鸡蛋了解详细暗区的规划状况。菜价有没有一些波动？多多少少啦。三土风台愈来愈近，台北下晡风雨明显变较大。市长张万安临时申请加行程，除了到树东市场视察物价情况，也到大鸡蛋了解国庆晚会规划状况。特别去实际现场了解整个相关，包括逃生动线、进场动线，因为第一次我们是开放 B2 地下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的审慎，所以也了解一下目前整体的规划。台北市车下晡五点开始，陆续加转车疏散门甲或铁坡都甲关起来。不过因为乡巴无共步，佮拄着下班尖峰时间，当乌往十字大塞车引发民怨。周万安讲，交通中心积极启动包含周边交通的号志表数调整，也连到新北交控，并且对包含南港、内湖两个分局来加派人力速度。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去视察宽状线护湾工程的防患准备工作。台风来袭的时候，再度的大防转线的工地来实施，整个面对三个台风来袭的时候，防转线的施工能够确保所有的安全固定都没有问题，可以抗我们三个台风的风力。三土风台行进速度真慢，不过威胁依然是未使忽视。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亲身来到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全力守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包括灾前的防灾准备，灾后的复原工作。第二，我们要全力维护公共事业及重要基关键基础设施的正常运作的韧性。这两个使命是我们在这里工作最重要的事情。杜英台听说报告，并且跟地方政府实行连线，强调一定要把灾害影响降到上低，也提醒民众非必要绝对卖出国，就是上好防范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来的时阵，若总有管制放风台，甲上好是踮厝里面好好啊休困，唔通爬爬走。讲到台北市今仔日即时呢，这风雨无讲阶段，不过也传出一寡灾情。根据着这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今仔日有收到124件的灾情通报，其中以树啊倒去上盖者有54件，也来第二者就是这砍棒落到来着18件。只有今仔日早起11点的时阵，北投的明德路就一丛大树啊，或者风台风扇倒去，跌着两台车，因为这树啊伤过大丛路，公园处的人员交代一个伫咧处理。今日是停班停课嘛，那以停班停课的标准是讲，平均风加7级以上啊，阵风加10级以上，所以今天也是有达到这样子风力的标准，那路树倒塌还是在所难免，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提醒民众，如果无其他代志的话，下回莫出门。提醒观众朋友，唔通拍拍照，就是这个原因。咱对这画面会当看到讲，加在一个奥多拜民众，伊骑了有较紧，后一秒规丛树啊就雄雄倒落来，去跌着停伫路边两台车。发生这个路树倒去的地点是伫咧北投明德国小边啊。早起11点过的时阵，警方接到通报，赶紧来到现场处理。不过因为这树啊伤过大丛路，公园处的警员也搁即马搁伫处理丛树啊。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也要提醒民众，愈暗风雨会。愈大，无代志千万唔通出门，即当避免危险发生。
讲到基隆市区，今早起天气同款袂歹，不过过道了后也开始透风落雨。进前九月二七的大水雨，这基隆的布伦国中做大水，这土沙拢冲入去活动中心甲地下室。即摆因也开始伫咧烦恼讲，即摆风台若准来，当地搁再饮水者，因是真头痛。即摆这第十河川分署有支援基隆挡水帮，要甲这水拢引到沟仔内面去。黄色甘沙土的水一直沿山坡地冲落来，这是九月二七基隆武仑国中因为大水雨淹水的画面。这挂水全部拢淹到地势较低的活动中心内底，馆内的插头地板拢积水。学校后山收集下来的雨水，然后都是带有非常浓的泥沙，然后这样慢下来，来不及进到这个排水沟，然后就慢过马路。漫过我们的草皮，然后直接冲入了整个地下室跟活动中心的球场。过去若拄到大雨，拢会贴沙包来防止淹水。不过基隆市这摆咧，伫咧武仑国中这挂可能淹水的所在，第一摆使用这款红色的挡水板啊来防止淹水。这学校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漫过草地，然后直接进到活动中心。九月二七因水地疏财务损失，就惊这届风台会带来的大雨，搁一摆做大水。第十河川分署支援基隆市一挂挡水板啊，甲位山顶流落来的水引入去排水沟啊内底。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到现场视察，了解状况。一共有提供了700片，那目前我们各个学校还有各个区，一共刚刚消防局长说，一共使用了300多片，接近400片，所以未来还有300片的一个库存。假如各里邻有需要的话，那我们也会协助提供。虽然基隆市区在时天气算是稳定，但是过道市区也开始有风雨。到淹水的大埔仑地区，一个点头拢甲挡水门伫门口装好势啊。第十河川分署也设几落台抽水泵伫溪边，准备甲涌出来的水沟啊水排入去大埔仑溪内底。基隆市长谢国良呼吁民众提高警戒，愈晚风雨会愈大，就要做好防台准备。记者龚林玉凯基隆报道。咱来讲到这北部几个县市呢，伫明仔载敢会放风台假，可能爱等较晚咧，这县市才来宣布。咱来讲到这北部基头伫昨暗来发布这个停班停课的信息，不过呢，这昨是无来发布到今仔日的陆上风台警报，煞来宣布今仔日放风台假。敢若讲这个台北地区今仔日是风较透，也无啥雨，就民众出去外口踅街开始困不住啊。像北基隆汤圆初二放风台假一天，不过台北市一透早干那风无雨，阁有出日。信义区街头有真侪民众排队等拉面店开店，一直讲想袂到会休假，好亲像是赚到同款。赚烂，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这样。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看到天气很好，就觉得今天的假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突然掉下来的。镜头来到大卖场，有真侪人全家出动，把握机会来采买宝贵买食食。我们很幸运，那当然是大家都是赚到的。反正放假嘛，就也出来走走，没什么风雨。还没有预期会放假，但是就蛮惊讶的。按照目前气象署的预报，双北、基隆、汤圆，初三的半暝才会雨算入去山头里风台的警戒区。不过初二煞成放风台假。而且前一暗面临罢免危机的基隆市长谢国良，意思是抢在台北新北桃园进前，提早宣布休假。和外界积极讲，这届休假有政治的考量。跟几位市长亲自通过电话，大家决定后才各自去宣布。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大家共商的平台会采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判断，就是依照我们既有的机制以及事先是大家共同的讨论来重整评估做出决定。乡北家人首长拢强调讲，今日休假是照相关的机制，而且四个县市是一致共同生活圈，休假嘛是四个人共同的决策，无政治的因素，也提醒民众过道会有大风雨。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风台特别大的关系，前几天啊，这菜市啊的菜卖价小贵，拢起上倍以上。啊，那即卖呢，有这超市呢是推出着大小倍活动，民众三钱抢是拢抢了了。因为这风台影响着华东地区，这火车是无车班，啊，那苏花南回啊，佮南环公路车也是宣布封起来，影响着华东地区的菜市规矩运输。不哩个也来提醒观众朋友呢，伫咧风台天的时阵，那准备出国去，这交通资讯。就要查清楚，较袂去挡着你的时间。苏花公路早起八点开始开放三时段通车，车停伫个管制站排甲路路长等要通行。不过下晡七点过来封锁，即卖花莲县吉兰乡的农民真忧心，要早起北部的龙秋菜，干系当放三天，若是风台影响时间拖延，即个菜可能就要放个烂去。地震后也已经好几趟都走南回了，好，那这一次因为。台风是从南部上来，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一次可能，已经中断两天，没有办法把菜运送出去这样。花莲的龙秋菜爱行南回公路上北部，不过南回公路早起十点到一点开放，根本就未赴上。啊，那台东的菜市主要是靠西部供应，即马菜市的菜嘛无多，啊，不过台东市的果菜市场伫公路封锁进行，临时请西部的菜商先载一批菜放喺冰橱。不过上最干来当供应三天左右，希望风台赶紧过去。啊，等伊都无法度啊，等伊都大家巴肚下较硬咧，食较少咧。雨势持续下去的话，势必的一些风台势必会有一些影响到它的收成。咱来看北部，为着因应三度里风台，各大超市的通路嘛接续推出菜市平价专区，包括买鸡、送鸡、甲南山鸡等优惠。记者来到嘉乐福。高丽菜照样抢个空空，像高丽菜就没看到了，就是被拿抢光了。全年很多青菜也都被抢光，前两天就已经买了。高丽菜很耐放啊，所以说买的没有问题。为了防止菜价起落，价小差伤多，农粮署提出相对的应应措施。根据北农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十月初一，大台北批发市场菜市的平均价起到每公斤$63。创下历史新高，不过十月初二的平均价落落到一公斤$52.8，跌将近28%。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彰化这个溪湖种高丽菜农民，因透早呢赶紧来看忙啊，是为着讲，因为这高丽菜搁在两礼拜时间就会当收成咯。烦恼讲，因这风台一个乱落到地，心气全部乌有去。另外，进前开辟风台来的时阵，已经影响到彰化板东地的生长。即阵当咧抽水果一粒风台来，农民是真无奈。彰化溪湖这区高丽菜田，过两礼拜左右地当采收了，但是无奈拄到三度里风台，农民也赶紧来田内替高丽菜砍防护的网啊，抽水机嘛穿好势，就惊风台大雨来，心血全拢乌有去。但是农民表示，即阵就连防护的网啊拢欠货。即个时阵风台来，想讲这两天雨较细，啊想讲去买一个防护网保护一下，甲参卡，啊个去几啊间，就是卖甲差不多啊，有大领的嘛，有 size 唔对的，就是啊猛砍嘛，就是多预防措施安尼滴啦。农民表示，若无用网啊保护起来，风台来、透风落雨，各类菜叶唔耐和风吹甲打起，嘛会规粒烂去。另外，即阵当时中华地区稻作要开始出穗的时阵，人咧讲稻啊大多惊风台，若去顺着风，恐惊会变拍切。温度暴落时阵，迄阵啊落开比风台来，即马就是生了无好啊，佮拄着风好，佮佮拍落，伊可能佮生了无好，就是阮来讲，伊的迄即穗啊，就是。会空心啦，嘿，内底就是无迄米。其实现在的应该说每个作物它都是怕台风的，那尤其像是叶菜类还有水稻的，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都是现在正在被大处的时阵，那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作物。拜四就是旧历九月初一，人讲九月台无人知，意思是旧历九月风台真歹预测，亲像三道里风台行的速度慢，路线也一直歹按算，食青的农民只好提早做好防护措施，只望风台莫带来伤大灾害。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
风台天那阵停班停课，加上无风无摇滨，将来超出去踅街。但是呢，这停班停课，病医诊所无一定有开啊。一挂人要予医生看，因的权益个受到损害。不过这阳明交通大学病院就表示讲，那阵继续休风台假期呢，特科别因拢会开特别门诊，协助民众解决问题。抽水站一直在抽水，要让可以排水的水位降低。就算宜兰暂时无相当风雨，马上因应山土的风台，可能带来大水雨来做好防范。水收集进来，平行抽水站利用机械把它打到东段河里面。宜兰县七里停班停课，不过商场、街路甲钓虾场有不少民众，得到只有一段风雨，也有时出日头继续放假。有民众认为讲有风放假是较安全，有人希望讲好天气应该上班，因为安尼减赚一天的钱。我家是认为讲宜兰放假是配合台北、新北、桂林、桃园所下的决策。这是预防胜于一切，就是还是比较这样放假，比较希望上班。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少赚一点。我们都是依实际的状况啊，内部通盘考量之后啊，以民众的一个保障为前提啊，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布。放假对一寡病人也造成不少的困扰，因为病院在停诊，有一寡人需要提慢性的处方，那是讲继续停班课，烦恼会提无药啊，到急诊去提，烦恼等更加贵。比如说我们如果没有药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麻烦，或者是说可能就要到急诊就诊，那可能会更需要更多的医疗费用。就是说，如果有可能有两天台风假的情况，我们会选择预先评估在风雨比较小的那一天，单独的科都要必须有代表门诊。阳明交大病院讲，因应民众需求，在风雨较细时阵，各科别拢会开设特别的门诊，让有慢性病的民众有药通摕。若是停诊，也利用简讯来通知，避免让民众白走一撮。记者宋霞报道。来看家己水上的美上美社区，因为因地势较大，进前风台来的时阵要淹水，面对着这三道离风台威胁，乡公所申请各公援助，初二透早准备撤离民众。另外，伫咧北江溪另外一边的后壁新家里，已经有做防灾准备，若准有必要会当随时撤离。一透早，后壁新嘉里活动中心大约60名由里面组成的防灾小组机构关心洪台的动态。这个社区距离北江溪流域真近，顶一回水淹出来了后是第一个受灾害，规个社区是淹水到腰部。这处面对洪台的威胁，除了准备大量的沙包，社区活动中心也准备民生物资，必要的时阵是马上来撤离。有参加自主防灾的人，就拢直接待命。若是讲这较外围的，这厝较低。较正大个厝较低，啥个只吼，阮拢昨着拢开始甲因联络，开始联络讲，若像讲水有安怎，阮若电话到，也是有咧放上。阮个自主防灾人员会带救生艇在种吼，去甲因载倒来。他们现在目前都是来载沙包袋回去做自主防灾。那真的比较下午的时候，我们会看状况吼，由疏散撤离的整个班来做疏散撤离。请咱个船民。一定要来做疏散撤离。北江溪另外一边的嘉义水上乡美上美社区，也是界外的地区。凯明洪台同款是重灾区，水淹一站楼遮尼高。这处水上乡公所是申请国军的援助，出动军用的卡车伫咧公所头前的台面协助有风险的撤离。想讲人后尾去，我著有叫人来压，无我著走来阮边仔卡啦。公所叫我们要先撤离啊，有的人不想撤离，我有到每个巷子去找。他们巷子那里面有的人也不想。那目前当然因为现在风雨不是那么大，那民众他可能预计撤离的意愿不是那么高。那我们后续还是先做柔性的劝导。那后续如果真的风雨比较大的话，不排除以强制的方式。目前山土的风台是真慢的向台湾的西南部来接近，五股三号才会登陆。顶一回遭受到重创的社区居民，撤离的意愿拢无悬，公部门嘛不敢大意，呼吁居民要做好防台措施。记者王正宏、林伟廷台南嘉义报道。讲到这洪台是愈来愈赶紧，为着避免洪台造成海水倒结，这新竹市代理市长要求各单位沿海地区呢，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搁带队来到地势较大的古江岛，确保这海边啊，一个北海边的安全状况。古江岛目前人口约600多人，在2021年腊月洪台时，最怕应该超过一个大人轻看的关岛。
后来经过改善，已经解决饮水的问题。这摆碰到三多里风台，大家赶快是唔敢大意。那以往我们旧港岛曾淹过三次水，那到最高纪录是超一米半，那就是本来是四米三。4.3公尺，现在改为4.5公尺。这个征筑计划完成以后，我们旧港岛的整个安全机制就提高了。因为拜四就是旧历9月7日，海水大潮，加上风台瓦近，新德市代理市长拜三也带队来去现场关心，要求各单位一定要做好防灾准备工作，确保发生灾害的时，北方来的民众上无有5点钟的撤离时间。另外，也请相关单位穿大型的抽水机。第一时间已经请责成我们的消防局这个设立相关的移动式的一个抽水机，那我们在整个旧港岛带状的滞洪池的周边来去设置，那在相关的警戒达到范围的时候，我们就尽速的去进场。那一级警戒水位呢是4.3米呢，当达到一级警戒水位的时候呢，那就是属于强制疏散撤离的时间呢。现在来到新的渔港，海坑的风影有愈来愈大，船只拢已经入港靠岸，渔民也赶紧把渔船啊固定好势，希望降低风台造成的损失。另外，在新关拜山透早4点外，传出有树啊因为风台的关系，风箱头倒去，得到电火条，影响新埔地区的125号停电。好佳哉，经过抢修，拜山中岛已经恢复上电。记者杜君和新的报道。台中的新兴竞争中局最近推出新的布袋戏短片《无名岛》，运用大量的动画，也用这拍电影的手路来制作，希望运用现代技术和媒介，让布袋戏有新的舞台。听讲，修炼许多门的刀法，若会顺天照，可以超脱未来。导演为了追求一部刀法，后来选也真注意的心魔。这出布袋戏《无名岛》是新兴竞争中局推出的短片。导演讲，这是以受落后战争和心境启发所写的剧本。伊希望透过战争心魔来传达为和平、为别人设想的理念。导演伊原本是要追求伊上厉害的武功，不过最后应该是唔是要追求这个名气，伊是要追求和平这件代志。所以讲，无名就是不追求名，不追求道，无名道安尼吼。新兴竞争中局是导演的老爸朱千贵先生，伫1996年创办的。后来老爸伫2015年破病过身，由大兄朱胜甲接手，含小弟朱尚普做辉煌。运用动画的传统，因甲传统的影台金光戏改做光调投影，但佮挑战大荧幕布袋戏。朱尚普希望让传统艺术对时代变化有新的舞台。人吼对好故事的一个追求吼，是永远拢是伫遐吼。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拢共款吼，所以讲，这都是媒介无共尔。可能为以前的这种传统布袋戏，一直变了，变作金光戏，一直变个佮变成这个电视的布袋戏吼。其实咱一直咧做一个变化吼。导演表示，新作品《无名岛》目前当地无主，10月20日伫高雄电影节会为着映会含座谈。导演嘛讲，新兴竞争中局一路来，直直咧实验新的做法，就是希望让愈侪人看到布袋戏迷人的所在。记者卢雄如、郑俊佑台北报道。风台地要来，千万唔通挂布树牌，明仔载去上端做伙来看卖。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3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6度。然后今日马祖对20度到25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禾，明仔载7点咱再相会。
到底是东方美人茶，还是文山包装茶嘞？我要一碗。有咧饮茶应该较知啦。我认为是美人茶。哎呀，美人较熬碰红。我嘛是安尼想。美人较熬碰红。啊，这都绵绵好糖，加加安尼乌乌 Q Q 安尼，哪有咧偌好？美人茶对唔对？中西台记台，拜一个拜三，暗时八点，全家有地位，百万奖金带你摕，传统宗教文化正渐渐失去大家注目，新世代信仰文化正在兴起来。咱的这个道教一定要创新，我用魔术表演的方式吸引他的目光。那是这位查某囡仔会变成好野人，请给我一个欢迎。创新的思考和强烈文化，不过也面临世代震动的挑战。正行反先哈，我们来进关哈。我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当然嘛是要和顶代沟通跟磨合，因为较早因无这个物件嘛。少年庙公用科技甲文创来改变对台湾宗庙刻板印象。阿妈。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懂宫庙文化，想趁我们这一代还了解的时候，将这个主题传承下去。因为青春，所以有梦。大礼拜六暗时七点半。青春，咱的梦。只要将石头加热，然后石头跟食材做伙沉落水底，唔免搁再烧火啊！一点火料，马上就烧滚滚出炉咯。哎呦，真正变贵啊！感觉吹大时阵，身躯边又搁无水，啊，这个时阵听讲，只要吹到竹炮，拜四下晡五点半，留言堆堆堆。就在公司台语台，这是咱的朋友小怪小阿王，伊在为朋友规划一个大型的寻宝游戏，而且伊真期待，兴奋到停袂落来。不，这敢是惊喜奖吧？不是，这只是饼啦。哦，哇！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小怪兽阿蒙，就伫公司台语台。啊，应该是咱的哦。是吗？我感觉是咱的。把我救落来，一、二、三。三出大事了！公司台语台广告start。